我们该回家了。放学了，哎，走走走，赶紧回家。走走走。怎么回事啊，小白，这门好像被人从外面给锁上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还想回家呢，我妈都给我做好鸡腿了。哎，你先别哭了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有了。哎，什么办法呀？只能使出我的必杀技了。有没有人啊？快开门！对呀，这个时间点的话，学校应该还有人呢。只要我用力的呼喊，肯定会有人听到的。快开门啊！屋里还有人。有道理，我跟你一起喊。有人啊！屋里还有人啊！快开门呀！哎，什么声音啊？要喊小白是你们吗？有没有人？跟我一起学啊！我是猪，我是猪，我是猪。